玩水，但是可要掌握好力度，否则室外运动太危险，那室内运动呢？想要打好球，就要从小保护视力。要是视力不好，就连灌篮都会挂错。这小朋友战斗数值看来不低呢。小孩恋上双截棍，狗狗也能爱上安眠曲。狗狗幸福的打鼾，鲨鱼却闹了肚子。对不住，昨天吃坏东西了。